任嘉伦欲交际杀青，剧组为热巴庆生，能否成爆款呢？任嘉伦最近一直忙着拍戏，而他这部电视剧是跟迪丽热巴合作的。迪丽热巴作为90后的顶级女明星，在荧幕上展现自己实力演技，而在这一次的庆生活动中是跟男主任嘉伦一起庆祝的。据悉，任嘉伦和迪丽热巴合作《玉娇记》这部电视剧杀青。任嘉伦迪丽热巴说起任嘉伦，作为古装剧男神之一，他的外形是很适合古装造型的，而这一次造型一白一出现，给人一种儒雅翩翩公子气质。而女主迪丽热巴的外形条件就不多说了，每种风格都可轻松驾驭，而这一次两人设计师也很优秀，打造的服装不会让人吐槽。玉娇记这两个优秀的演员合作，无疑不是天作之合，再加上两人都属于高级流量明星，很多网友都开始期待这部电视剧播出。目前这部电视剧要杀青，不少网友开始磕 CP 了。说起迪丽热巴，除了忙着代言之外，很大部分是放在拍戏上面。跟迪丽热巴合作的男明星有很多，任嘉伦有幸成为其中之一。而说起任嘉伦合作过的女明星，大部分也是有演技和实力的，并且她打造出来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优秀的收视率。总的来说，《玉娇记》是一部优秀作品，在之前的一些路透图来看，它是很精彩的，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两个人合作。不知你们是否期待两人合作呢？